资讯的意思就是是拿来做，如果这个人订房又不取消，那 Agoda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扣款。是吗？啊，你之前有用 Agoda 订过吗？还是？这么棒啊！所以没有出过这种篓，没有出过这种篓子啊，就是 pay a desk， 就是我就拿一张卡刷，那就是那一张卡啦。嗯。因为我不一定，就变成我在订房认证的那一张，不一定是我到时候 pay a desk 的那一张，那从来没有这种篓子过，所以我个人觉得是那一间的那个叫做 clerk 有问题吧？怎么还？所以你要确认什么？对啊，那所以。所以你想确认什么？我要确认。他刷得到，你就跟他说 ，I pay by this card, but actually it charged with the other card.It doesn't make sense. 2 + 2 = 4. 你跟他 confirm 一下就好了，他就会把那个签单。反正你等一下吃完饭，或者是你现在闲着没事，你待会跟我挂完电话，你跟他哈两下之后，他把那个签账记录调出来看就可以了。那你刚好哈完就6点去吃饭啦。嗯。对，然后你吃完之后，那个。Shuttle 过去 Airport 的吗？有，我订10点啊，10点 Shuttle 过去啊。10点才过去不是太晚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啊。你 Traffic 那个就是10点牵车的不是吗？对啊。啊，那个 Traffic 那个你知道在哪里了吗？嗯哼，大概知道。啊，没有啊，你昨天那个。所以他真的